颗十万个啊，不是，还是要靠多久？一个钟啊，一个钟啊，一百多万了。好傻啊，傻得不得了啊。还多欣赏，我们帐篷挂在后面。等会儿啊，我把这个，你都不好看，你都认真，没有没有，你真的不错，你那个不吃，你那个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说，你正好那个光打到你这个侧面了、啊，非常好看，对。你这些全部验活的，全部验这个是验活的，没有政府这个改制嘛，都是你。我想着再慢点，以后都没人像你这样磕长头了。人都是这样的，一有钱了就懒着了，真的。传统就是信仰的问题。对啊，对啊，信仰的问题嘛。对。还少很多了，我一年前来说好多人磕的，现在都没。不用。谢谢。哎呀，有麻。我自己的。
的人呢、啊、不能活得太好，他给自己找苦吃，活得太好那人很容易就变老。你是说校长，你我是不是广东的？我是广州过来的。我那边人就是钱多，空气不好，空气很差、啊，广东。现在给你看嘛，他拍你很多啊。你把正面给他看一下，你老是拍啊。不合适吗？嗯，算了。你有没有邮箱啊？还是有没有微信啊？这样发给你。